我刚化了妆啊。小月，我没看到你走过来。你眼睛是用来配线的吗？我还是看上童颜巨辉的。你这是什么水啊？洗袜子用的水。小月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换衣服呢，跟这干嘛？小月，你衣服都被我泼湿了，你还去不？不去了。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小玉啊，想吃这个麻辣小龙虾已经很久了，今天给他做一个，让他消消气。再给小玉放点面条，他就喜欢吃这个小龙虾拌面。嗯，好香啊。你看看我干嘛？对呀、啊、小月，其实我刚刚是故意把水泼在你身上的，就是不想让你去参加那个什么同学聚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人告诉我你前男友也去了，所以我怕。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啊？我不是不相信你，只是无论家境还是才华，我都没法和他比。阿明，你错了。你知道一个女人最看重的男人是什么吗？不是才华，也不是财富，而是一颗真心，一份责任。我当初不顾父母的反对嫁给你，就是因为你对我的好，无论什么你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我，这就够了。真的吗，小月？嗯，你也别多想了。来，阿明，你快点吃，明天啊，我还要吃你做的这个小龙虾。好。